焦点话题，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我是张志斌。假新闻可以说是当前全世界政坛与新闻界最热门的关键词之一。自从川普参选美国总统以来，这个词就一再的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范围也从跟川普个人有关的媒体或报道，一路扩大到了全世界。 所以今天我想利用短短几分钟节目的时间，跟您分享一下所谓假新闻的种类跟本质。川普总统经常挂在嘴边的假新闻，主要是针对立场与他相左的媒体或是个别记者所做的报道。严格来讲，像是《纽约时报》或是 CNN 之类的国际媒体，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做虚假报道的可能性其实很低。 但出于报道者自身的立场而运用从特定的技巧切入，并且夸大或是隐瞒部分事实等等的技巧来报道，再加上偏颇煽动的标题等处理的方式呢，则并不罕见。记得以前就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过，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客观中立的新闻，因为从一开始哪件事情值得报道？ 用怎样的篇幅来报道等等，就已经是很主观的事情了，更别说是从哪个立场、哪个角度来报道。因此，前面提到的这种目前常见的报道方式，其实不能说是假新闻，但由于这些报道偏颇不正，不具备媒体应该有的公信力，对于社会的危害，有时候比单纯报错事实，也就是真正的假新闻还要大得多。 因为单一事件报道错误影响是暂时的，但刻意用扭曲偏颇的方式去报道，却会误导大众。除了可能造成特定对象的伤害与损失以外，更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分化对立，影响更为深远。其次要谈的假新闻，则不是出于传统媒体，而是广泛在社交网站或社群当中传播的似是而非、以假乱真的新闻。 一般社会大众往往不会留意这类的消息，但却很可能在无意间推波助澜，成为传播假新闻的帮凶。这类假新闻大致又分为下列的几种啊。第一种就是所谓内容农场的网站，为了赚取点阅率所刊登的消息。这些消息有些是从其他媒体东拼西凑出来的，有些内容也可能是部分杜撰，作者可能是刊登内容的网站，也有可能是外界投稿的。 这类网站为了规避责任呢、啊，往往会在网页或者报道最底下加上免责声明啊，表示说该网站是以所谓的实时上传文章的方式来运作，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审核，没有人核实，不负任何的法律责任。读者你应该要自己的判断。这类网站刊登多半是些奇闻异事、保健养生或者生活常识等等的消息。 虽然不至于说撕裂社会，但却有可能传递错误的资讯，影响到读者的生活甚至健康。第二种则跟第一种有一点类似，内容同样有可能是东拼西凑甚至是杜撰的，但却是针对特定的族群，好比说美国的极左派或极右派，或针对台湾的深蓝或深绿等等。这类报道不像内容农场那样是以不分青红皂白追求点阅与转发为目的。 而是希望针对原本立场就相同或是接近的人士，强化他们的支持度。这些报道的标题通常很耸动，而且会针对相关阵营最近关注的议题来撰写。但是细看内文，却很可能会发现呢，跟标题的关联性并不大，甚至根本就是以前的旧文拿来冷饭热炒。 这类报道目前主要是利用社交媒体，像是脸书 Facebook 来广泛的流传。原因是这类社交媒体有人工智慧 AI 筛选的机制，会统计使用者的阅读与按赞的习惯。报道提供者呢，就利用这样的机制，找出他们希望针对的对象来推送，然后再借由这些读者他们按赞或是转发分享来传播推广。使用者一旦开始关注这样的报道提供者的账号之后呢？ 不但会经常看到该账号或是粉丝专业的文章或是视频，同时也会被系统推荐更多同类的报道或是专业。久而久之啊，使用者在社交媒体上接触的大部分就都是这样的报道，乃至于在阅读转发过程当中结识的网友同号，形成所谓的同温层效应，进一步的强化对己方立场的认同，乃至于对对方立场的仇视。 当然，还有一种类似的假新闻来自专业的网络行销机构，他们接受特定背景人士的委托，利用社交网站推波具有煽动性甚至不值的报道，像是今年三月底爆出的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取得将近九千万名 Facebook 用户的资料，分析之后投放假新闻，企图影响二零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 乃至于还在调查当中的俄罗斯疑似干预美国大选等等的案件，就是这一类的代表案例。这些机构运用专业的统计与心理分析的技术，推算出网民想看什么，甚至于看了什么之后可能会相信会被影响，然后精准的投放真实度存疑但煽动影响力却极高的报道。 这几种所谓的假新闻产生的方式不同，流通传播的方式与对象不同，影响的层面也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刻意煽动情绪、扭曲事实的东西。尽管全球各地都已经有学者、专家或是机构从事新闻查核与评鉴等工作，但以现实的情况来看，这类工作能够规范的，恐怕也只有正规的媒体。而且以当前信息传播的速度来看，就算亡羊补牢，效果也有限。 因此，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接收的信息把关。当我们看到一则新闻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标题就下断言；来源不明的消息不要轻信；事件报道的文章要留意报道的日期。面对立场过分偏激或太难以置信的消息的时候啊，应该要多找几家媒体来参考印证，甚至用相关报道的关键词上网自己去搜寻，以确定是否谣言。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被假新闻误导，乃至于成为传播假新闻帮凶的机会。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关注新闻焦点，解析话题观念，优势频道 U Channel，焦点话题。